庆一最怕蚊子了，妹妹也是很怕蚊子，前几天被蚊子叮了一包，直接肿成单眼皮。然后慢慢后退。你是不是很讨厌小狗，喜欢蚊子？我不喜欢蚊子，我只会天天叮我，天天叮我。出门的时候，我头有一根小小的一颗包。妈妈，你家为什么有这么多蚊子？爸爸开始赶蚊子了，每天只能隔着纱窗透透风。爸爸经常给他们整理小床。还好我早有准备，早就买了雷达植萃驱蚊液，它很适合有娃的家庭使用。一罐是95%植物溶剂加0.8%氯氟醚聚酯的含量，也没啥味道，很环保，对宝宝不会有不良影响。当然啦，驱蚊效果也很重要的，插上雷达驱蚊液后，整晚都可以安心睡觉。他们喜欢在客厅玩，我提前也准备了一个放在客厅用，这两个爱光脚的宝贝也不用担心脚踝被叮肿了。爸爸前几天的小蚊子大蚊子都去哪里了？被我赶走了。怎么打的？妈妈去京东营养健康馆买的秘密武器啊。给谁的？给我们家里人一起用的，你看。妈妈谢谢你的秘密武器。不用客气，今晚大家都可以好好睡咯。让我心脏跟着高脚杯的泡沫盘旋，杯中的气泡拼凑出夏日的星。